无线小花林海恩近年凭住处境喜剧《爱回家之开心速递》，谭玉英呢一个角色成功入屋，形象清纯健康嘅佢系无线力捧嘅对象。不过喺星期五就流出咗一张疑似系林海恩嘅艳照，相入面嘅女仔只系着住内衣大酥丰满身材。另一张流出嘅相就系以女仆造型示人，而林海恩接受媒体访问嘅时候就直接认系相中人。不过对于相片嘅流出就好惊讶，佢就表示好耐之前唔见咗电话，啲相系同女性朋友开派对嗰阵时贪玩留低嘅，亦都系好耐之前影落。而佢又坚称呢两张相已经系最性感，又唔惊因为咁而令到形象受损。不过就认为公开啲相嘅人系恶意攻击，坦白话会保留法律追究权利。至于被指私生活混乱，佢就急急澄清，并且表示工作好忙碌，冇时间去混乱啊。